今天天气不错，来这转一转。阿拉斯加游轮上船的地方，五凡酒店。对面远方那边是那个史丹利公园，最大的市区森林公园。这么绕一圈大概就可以把温哥华市区的全景给看了一下。那个像奶嘴瓶又很像这个保险套的，110年前是这里最高的建筑物，大概就是12层左右。刚好绕一圈，报告完毕。这是我们加拿大最高的这个塔，CN Tower 在多伦多这个地方。